宁可他是倒三角，也不要扎网。所以易家静下一步他能够把这个球打得再快一些，飞地再快一些，未来还是很有可能。好节奏，这个叫节奏。好接发呀，我们看这个球是一个高质量的接发，有球。这两分球深圳打的你看过渡板打手了，林月欣这球犹豫了，为什么排球是配合呢？默契是双方互相给，所以今天呢，福建队的这个姿势组合并不成功。